旁一进去是接待处，接着是陈列室，右边是会议室，左边是经理室，尽头有个茶水间。全都是反光玻璃。红外线探测到匪徒把人质集中在会议室，他们就留在陈列室。案发现场是八楼一家珠宝店，里面有四个匪徒，都是中国籍男子，全都有枪，另外有三个职员，六个顾客。小光、嘉兴，茶水间。Yes sir。南哥、阿康，经理室。Yes sir。立群、嘉宾，会议室。Yes sir。伟杰、阿豪，你们由绳抱窗，让卓源他们可以看清楚单位里面情况，同时引开匪徒注意。Yes sir。掌门，负责报门。Yes sir。其他人做后援。Yes sir。一箭手过来。卓源 S1， 剑人 S2， 龙坡 S3， 分别负责 A、B、C 三个点。Yes sir。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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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r。什么情况？狙击手去准备了，其他人部署好了。准备盯现场。Yes sir。Go。一号位就位，二号位就位。Action！ 回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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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走。一个疑犯被制服，两个疑犯被制服，三个疑犯被制服。出列！啊！走开！我要走啊！走开！我开枪了！我不想死！我不想死！我开枪！我开枪了！我求求你们，放他走！放他走！放我出去！让我走！让我出去！我要出去，出去，让我走啊！我要出去，出去，走啊！不要再过来，让我出去！我要出去，放他走！你们听见没有？放他走！我不想死。老鹰和小鸡，哪只是老鹰？知道。我求你们放他走，放他走！我求你们放他走。老鹰乖，不要动。再动我开枪了！我热血，茫然你冲出去，将雨下摄入废墟，追击个焦距，极地再追，眼眸里未看四周，忍伏着是谁？谁又引导过谁？步向相对，肝胆背后昂然问句，风中再追，勇敢的依据，将风光追完成大意义，淡然你怕。是令仍能面对，得失在追，翻险枪火里，一身干脆从无后退，交织我壮举。不惜会追。即使告吹，决定
水。展三，这次全靠你发现匪徒假扮人质，要不然不知道怎么办。全靠弟兄们配合。啊，真没想到匪徒那么狡猾，懂得扮人质。狡猾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被我们展三猜到了啊？要不是大家有默契，这次行动也不会这么成功。要是我能够跟你们一起攻进去就好了。从来没有女警通过遴选进入 SDU 做攻击队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不行？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你不行了。梁 Sir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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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今天怎么搞的？啊，行动要拖那么久才完成啊？哦，因为今天呢有个匪徒假扮人。不要找借口，就四个匪徒，你们这么大队人，要超过一分钟才救出所有的人质，就是不够专业了。我不想别人说我带的 SDU 不够专业 ，understand？ Yes Sir。好了好了，不问就别提，问就稍微提一提吧。知道了。爸妈，哎，回来了。超叔，花玲姐。潘涛啊，刚才看新闻说飞虎队出动开了很多枪啊，有没有你们的份呐？有，但是我们有装备有部署，不危险，不用担心。咦，话是这么说，子弹不长眼吗？你放心吧，跑林姐，我们飞虎刚刚出了内部报告，光是计算一年的交通意外死亡率呢，已经多过我们飞虎成立以来那么多年的伤亡率了，所以我们很安全的。哼，就是，杞人忧天。你儿子做了飞虎那么久，很有经验，再加上有个这么棒以前当过警察的老爸，正所谓虎父无犬子，抬炸弹也不用怕了，是不是？抬杠你就有份儿，这么棒啊，你干嘛要提早退休啊？哎，超叔，我们不如去开饭吧。哎，帮帮忙，帮帮忙。算了吧，爸爸不是故意说的，嘴太快说出来了。他就是嘴太快，大嘴巴。你辛苦了一整天，来坐下来休息啊。我现在去开饭，你等着吃啊。去机场的嘛，突然间又要工作，等他回来再哄他吧。哎呀，我有时候还挺担心你们两个的，一个呢经常忙着工作，一个飞来飞去，正所谓聚少离多，更何况慧慧呢是个十三点，一会儿风一会儿雨的。行了妈，我有分寸了。你嫌我啰嗦呢，我还是要说的，看你不在乎的样子，他不被人抢走啊，我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走了。知道了，所以我打算这次等他回来向他求婚。啊，真的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终于喝得到媳妇儿茶了。那妈是女民主的啊，要不要白酒无所谓的。你跟爸喜欢去哪玩啊？马尔代夫还是意大利？干嘛问这个？我当警察这么久都没跟你们去旅行，心想反正这次去度蜜月，干脆一家人开开心心去玩一趟。妈知道你很孝顺，要是你想妈开心呢，就赶快生个孩子出来给我带，那就 very good。我要问慧慧想不想这么快生啊？大家好，我叫于学礼。为什么要加入飞虎队？因为飞虎队是警队里面精英中的精英，跟我一样也是 best of the best。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是 best of the best？ Greenhouse 40秒完成所有标靶，
我知道长久以来只有展色可以做到，展色是 the best， 我也是，展色做到的我也可以做到，甚至更好。Sir， 又一个臭屁王，一定死得很惨。你呢？我叫邱俊轩，我加入飞虎队是因为我热爱飞虎队的工作。Sir， 有乐成不代表能够胜任，很多新人进来没多久就退出，为什么你认为自己可以做到？我做每一件事都会尽力而为，比其他人付出更大的努力。 Sir， 现在两个人一组，跳上正在行驶的攻击车，到战术大楼，以最快速度上天台，然后游绳下来再上天台，明白了吗？ Yes Sir。 卓远小光一组，雪里俊轩一组，你们先坐，放松点，有我在。两个人一组的意思是，你跟你搭档互相照应，一起完成我给你的指令。飞虎队不允许有个人英雄主义，也不允许有任何人扔下搭档不管。Sir， 他只是没我快，比我慢了一点。你的意思是说你搭档不如你，没你优秀，你自己最棒。No Sir， 原来大家训练了这么久，还不如一个新人，就是要加操了。球场等我。Yes Sir。上下半场90分钟，打和加时，啊，我不要让和啊，让我看见谁不追球，或者特意把球踢出界来休息，就是犯规。每次加时5分钟 ，understand？ Yes sir。新人第一天受训就这么严格，我要他们知道什么叫绝对服从。飞虎队不像其他部门，有什么闪失随时秘密。就怕他们不明白，不想两次投诉。训练关系到队员将来的安全，他们应该会明白。
哇，终于下课了！啊，新人入队哪那么快下课？停住啊！别让他们看笑话！喝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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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每个新人入队都是这样的，先喝三瓶，喝了这三瓶之后呢，才算是自己人。不能喝也要喝，团队精神，一视同仁啊！老四，这不是玩新人吗？老鸟玩菜鸟有什么奇怪？你问问这里哪个做新人的时候不是这样？是啊，何止这样啊！喂，你不用怕，上班的时候他是头，下班就是好哥们儿啊！好哥们儿啊！ 你不相信啊？为展四给他们展示一下，你有多么好玩，多么亲民。玩什么？玩什么？玩什么？猜戏名。哎，猜戏名。输的那个呢，干掉一瓶，知道吗？好，展四，我看你这次输定了，你难得看一场电影。是是是。要喝酒，但展四，小四，上次我二妞一瓶都没喝，你不记得了？对啊。别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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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着，我听明白了，原来我在你们大家的眼里。 是这么讨人厌，还是要喝的。好，好，听你喝。好，来，你少多事啊，这里半搭只有你和嘉兴。喝光，喝光，喝光。有东西吃，有东西吃啊。哎，有新人入队这么高兴，这些超叔请客啊。啊，超叔怎么就请这些啊？不客，宝林，再弄几瓶出来。好，超叔。 听说你以前是警察，有没有威风史说给我们听？好让我们学习学习啊！说威风史，哎呀，那就多了啊！那1974年宝盛银行大劫案，抢匪一拿到钱就跑啊！我还没说完呢，当时银行的铁门立刻关上。哎，超叔，妈，咱俩拿啤酒。好。小付。 涛哥，第一天执勤啊？对啊。哦，哎，小付，穿上警服真帅呀！啊，这里的街坊个个看着你长大，连你都当警察，想不认老都不行了。涛哥，从我决定考警察第一天开始，一直多亏你支持我和鼓励我，我才能够顺利毕业的。我以后呢，一定会像你这么了不起。嗯，这么一大志，一定要比我强。嗯，我去工作了啊。 这是随便看看，这地方很安全，应该没有什么事。好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洗手间啊。你不好意思，警官，走了。先生，你这么停车是违规的。 警官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走了。麻烦你把驾照拿出来。不用了，警官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就走。你怎么赶时间赶去哪儿？我赶着接女朋友。车里装了什么？哎，一些无聊的东西，走了，警官，不好意思。请你打开后车厢给我看看。你。 什么事啊？刚才警察经过，叫我打开后车厢，车里有那么多家伙，我只好把他做了。你不要这么冲动，行不行啊？很喜欢打人啊。
烦让让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真是翟四儿看着长大的。记下一些需要留意的事，一定可以帮到你。我会好好记住的，谢谢涛哥。您认识死者？我们是老街坊，我刚刚还跟他聊过天。妹子，你需要什么资料，只管提出来。最重要的是找到杀小胡的真凶。小波林坤。麦德，帮展四儿他们做笔录。Yes, 麦德，这边。根据死者的验尸报告，死者身上有多处伤痕，头部受过重击，致死的原因在颈部，割破大动脉的一刀。那天晚上街上那么静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想找凶手很困难。慢的，有发现，在死者身上和在3公尺范围之内发现的鞋印，是属于一个已停产牌子的运动鞋，照推断，很可能是凶徒留下。死者身上的是番薯屑，另外在垃圾桶旁边那个纸袋是一家专卖番薯派的店，就要数一数。如果纸袋是凶手留下，就是说凶手买完番薯派之后去现场吃，接着不知道什么原因杀死死者。死者的告票簿掉在地上，还是抓皱了的。他当时应该正在开罚单。开罚单有必要杀人这么严重吗？死者当时可能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，譬如毒品、军火，甚至是通缉犯。这家番薯派专卖店有3间店，叫 CIB 帮忙跟进。还有查一查这双停产的运动鞋哪儿还有的卖，大家出发。Yes, ma'am。日前被杀的警员罗永富，他的父母和亲人今天在凶案现场拜祭。20岁的罗永富是家中独生子，刚从警校毕业，他的父母对儿子的不幸去世都显得非常伤心。展四儿，别这么难过。我们想想看，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的家人。大家都是兄弟，应该不会拒绝的。他小时候就已经说要学我跟我爸当警察，现在让他考到了，但是就是摆明故意就是挑战我们警方。现在欧记方面要毫无头绪，别的我不怕，最怕是凶手最后逍遥法外。欧记不知道搞什么，换了是我，肯定很快把凶手找出来，让我一枪打死他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记不记得你自己什么身份？展四，虽然只是因为太愤怒，所以才会这么说。3分钟，操场集合。四儿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为什么开枪？因为小光没打中目标。你是做掩护，不是做攻击。就算他没有打中目标，你也不应该开枪。四儿，在真实行动的时候是分秒必争的。如果我不开枪的话，可能已经有队员牺牲。现在是训练，飞虎讲的是纪律。
我要一个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队员，不是要英雄主义，刚愎自用。Sir， 训练是准备将来的需要，我只是随机应变，我没有刚愎自用，更没想过什么英雄主义，我不觉得自己有错。Sir， 我说过，要用最低武力制服匪徒，你为什么枪枪打头？你说训练是准备将来需要，如果刚才这是实际行动，你已经犯了警令，甚至可以被人告你谋杀，你还说自己没错？说你没有错。有 Sir。 我知道小夫的死让你很不开心，但如果你这么容易让情绪影响到你的判断，我认为你不适合继续留在攻击队。从这刻开始，你转做狙击手。 Sir。 Sir。回来了，没吃早餐吧？煮面给你吃，通心粉，火腿蛋，沙拉没问题吧？很新鲜的沙拉，不喜欢？那喝几口润一润吧。那谢谢。怎么，在查小富的案子啊？嗯。第一天巡逻就弄成这样，真可怜。我一定会抓到凶手。照道理，小富那么乖，不应该有仇家。第一天巡逻，更加不会是社团寻仇啊。到底是什么人这么残忍，要杀他？困了就回房睡吧。来，一个钟头，塞牙缝都不够，这样还差不多。事情还没有做完，不能陪你去尖沙咀拿戒指。嗯，这样吧，我今天做你最喜欢吃的拉萨尼给你吃。好，嗯，晚上见，拜拜。今天下午5时，尖沙咀一家珠宝店外发生炸弹爆炸，一名中国籍男同仁当场被炸死，死者姓钱，年约35岁。
怎么样呗？CIB 调查番薯专门店，发现其中一家分店的闭路电视拍到前面那个男人，在案发当晚穿着那双绝版的运动鞋去买番薯。我想是这个人杀了我们的同事。你怎么看，麦德？没了，什么情况？疑凶连人带车冲到海里，车捞上来了，但疑凶还没找到，有可能还在下面。玻璃碎了，证物很可能掉出来了。我派人下去看看。哇，谁下去就算洗十天澡也洗不干净。不会的。喂，放心吧，这种工作老鸟做的，通常是龙婆跟我或者跟小光，你主角。龙婆，换衣服下水。Yes sir。雪莉，你也是。啊？你受过蛙人训练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 sir。包包里边没有身份证明文件，只有泡食的账单和连锁药房的证券。Ben，联络路政署，查查这辆车最近去过什么地方，特别留意元朗区。Yes, Ben。
CAB 的同事查过，沙井疑凶的车是用假车号，根据道路监测系统的片段分析过，车子这几天去过的地方找到他们的窝，而且疑凶可能有枪，大家小心。没发现 ，Madam。 应该是炸药。我通知鉴证科。 没等吧，鉴证科报告出来了，在村屋发现的粉末全部都是烈性炸药 PETN。 他们想干什么？难道是恐怖分子？如果是恐怖分子，还要我们跟吗？在村屋找到的账单和胶带全部都属于这几家便利店和食肆，账单全部都是这个星期之内的，就是说匪徒应该在这一带观察了一段时间。但是这一带没有金库和珠宝行，但是这里有银行总行，也不会是，因为银行后面就是警察总部。这倒是。 再凶的抢匪都不会选这家银行抢劫。不过这里有一条隧道，匪徒的目标很可能是运钱回到这家银行的运钞车，这条隧道是必经之路，他们会在这里下手。Ben，我查查什么时候有运钞车去银行。难怪要动用这么强劲的炸药了，原来是想炸开钢板。这帮人下那么大功夫，肯定为了小案子。Madam， 后天有辆运金车会运价值过亿的黄金从机场去银行，还会经过这条隧道。你怎么搞的？ 居然被人跟到，已经把他甩掉了，你想怎么样？现在我们的窝没了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于哥，抢劫运钞车的事是不是照做啊？怕，过亿的，不想发财。就算被警察逮到又怎么样？我们有那么多家伙，想抓我们只会多死几个。不信我？这么怕别做了。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做，放心吧，大嫂，宇哥去我们一定追随。别这么多废话，该准备家伙了。好，准备家伙。进去了，大嫂。嗯。老婆，嗯，过来坐。嗯。送给你，喜欢吗？ 老公送什么给我，我都很喜欢。来，嗯，我说过，要你享尽荣华富贵。这条项链只是刚刚开始，惊喜陆续有来。谢谢。到时候你喜欢哪个，就拿哪个。 收到欧记通知，运金运钞车会在1500从机场把黄金运去金库。情报显示，匪徒极有可能在途中的隧道下手。麦振中，什么情况？班机3点到。
估计运钞车会在3:45离开机场，4:30到隧道。我联络了运钞车公司，会和他们保持联络。回去现在由我来主导，你没问题？没有。谢谢。如果匪徒要下手，估计会在隧道中间截停运钞车。掌门、嘉兴、小波，你们三个接替欧记的同仁，在隧道继续办维修工人。Yes sir。德元、建仁，你带着俊轩、学礼，从隧道两边找掩护。Yes sir。Yes sir。龙婆，你带一队人，从机场跟着车来这儿。大家记住，匪徒有重火力，千万小心。Yes sir。走。帮我做件事。电图出笼，狗仔开始跟踪。这里交给你。知道。怀疑目标出现，白色客货车，车号 Golf Uniform 4034。小鸡进入伦敦 A。
警察！左归一进 ，S1， 能不能击中目标 ？S1， 无法清除。怎么，不敢开枪 ？S2， 无法清除。无法清除。飞虎队，走。他的目标，不许动！不许动！不许动！OK， 谢谢师兄。怎么样，梅登？保安系统被破坏，所有案发当时的录影没了。难道让那些匪徒逍遥法外啊？拍不到，但是有目击证人。坤哥，你怎么样？真是谢天谢地，只是擦伤了，缝了几针，没事了。没事就好。还是请假休息。不用，他们叫我们这么难堪，就算不睡也要抓到他们。梅登，师兄传了些照片过来。他叫杜天宇，应该是这帮人的头。曾经抢劫坐牢判六年，不过关了两年之后上诉打赢，无罪释放。我认得他，他涉嫌跟几起细节案有关，但是每次都不够证据起诉他。这个是杜天宇的老婆姚美玲，没案底，其他三个匪徒还没查出来。他有那么大火力和炸药，看来这次真的不简单。还很狡猾，故意留下线索让我们以为他要劫运招车，分明就是挑战我们警方。叶哥，要送他去医院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现在送他去医院会连累大家。Madam， 工人在修补防沙网的时候，发现尸体卡在网底，而且身上绑了很多哑铃。哎，怎么多道刀痕？肯定是自己人干的。鉴证科的同事马上就到。案发是昨天下午，尸体冲来这里，
应该会在哪里弃尸？抢匪的窝会在哪里？这也能知道贼窝在哪儿。妹子想利用水流来推测弃尸的地点，弃尸的地点和贼窝的距离应该不会很远。深井、屯门、东冲。Ben，马上通知情报科查查这三个地方。Yes, madam。发现的尸体经过指模鉴定，证实叫何一冰。根据情报科资料，何一冰住在这儿，屋里还有两男一女，相信跟杀警以及抢劫展览会有关。估计他们准备利用水路潜逃离开香港。高 Sir， 你做 IC。OK。大雄带一队。Yes Sir。马特带一队。Yes Sir。我带一队。Go。怎么没看见一斌回来？他很忙啊。哦，是啊，婆婆。嗯，他有事去了大陆，过几天才回来。对了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外面静悄悄的，连小黑最喜欢乱叫的，今天也听不到声音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S3， 不成功。他们切断讯号了。趴下！疑犯在上面，没事。哎呀！屋里还有个老婆婆。站住！不许动！人在里头，不许动！放下武器！别乱来！别乱来！否则我杀死人质！退后！退后！放下武器！老婆婆还在屋里，从那里面应该没有人质。我知道你没有人质，立刻停下！放下！看见目标的人质 ，S1， 无法看清。警察，放枪！别过来，不然的话我打死他！别过来啊 ！S2 ZC 发现嫌犯，尽快解决他，确保人质安全。臭屁王，
别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我们知道杀警和抢劫拍卖会都是你干的，你这次脱不了身，还是爽快承认吧。麦当，你很敢吗？我有很多时间，有证据就告我。虽然你们动手的时候破坏了拍卖会的保安系统，但是现场有很多人看着你抢劫，就算拍不到你，也很多人认得你。我说抢劫的是吗？ 我说杀死小警察的事，有没有证据告我？你别这么嚣张，就算没证据，我们也告得了你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没物证，也有人证指控是我杀了小警察。可惜，你们飞虎队的枪法太准，我的手下死光了，不留活口，谁来指证我？ 我的手下说你想见我，我有东西想跟你交换。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交换？我想以杜天宇换我自己。你的意思是想做污点证人？要是你们肯跟律政署说不起诉我。 我愿意站出来指证杜天宇就是抢劫拍卖会的主谋。杜天宇抢劫拍卖会，我们有很多证人，而且还找到贼赃和武器。为什么你觉得我们需要你作证？哼！那杀警察那件案子呢？你有证据证明杜天宇杀警察？ 没证据，我也不会跟你们废话了。现在说的是救自己啊！你是杜天宇的老婆，为什么要出卖他？要坐牢啊！这次行动相当成功，虽然有队员受伤，幸好不是很严重。 应该很快可以出院。不过我们当中有一位队员呢，非常特别。我说过很多次，飞虎队没有个人英雄主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岗位。为什么擅离职守 ？Sir， 当时情况很危急，如果我不去的话，小朋友可能会没命。外面全都是自己人，你认为没队员位置比你更好吗？你要走九条街去帮俊轩补救？如果当时有匪徒经过你的位置， 你让他给跑了，谁帮你补救？还有你邱俊轩 ，Yes sir， 我叫你开枪，你为什么不开枪
你这边会随时害死一个无辜的小朋友，你怎么做狙击手 ？Sorry, sir， 绝对不行，下次。 Yes, sir。 小富从小就立志要当警察，没想到一个年轻有为的警察，第一天执勤就牺牲了。大家都是警察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卓元告诉我你来这里，我知道这本记事簿是你送给小富的，我们已经审核过，这本记事簿不属于呈堂证物，所以拿来还你。谢谢。其实我来。 是有事情要告诉小富，姚美玲已经转做污点证人，指证杜天宇就是杀死小富的凶手。虽然明知道他有份抢劫，但是为了能定杜天宇杀警罪，我们只好妥协。很多事情不能十全十美，现在凶手能够绳之于法，小富也可以安息了。 在追，眼眸里未看四周，忍服着是谁？谁又引导过谁？步向相对，肝胆背后昂然问句：风中再追，勇敢的依据，将星光追远，成大意义，男儿未怕那艰巨，于一生命仍能面对，得失再追，翻险枪火里，一生干脆从无后退。